凤山区的马路对于凤山区的居民来讲呢，真的是就熊气耶哈！为什么简单的路可以铺成这样？来看看有多烂啊！当地的居民是说了，真的是坑坑巴巴，骑机车最有感觉，真的就很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哦。原本是告诉大家说11月呢就会重新铺好了，但是你看看现在都已经是12月16号了哦，马西伯哈，赶快挪！记者呢实际走了一遭才发现，哎，这个路也真的是挺烂的，不只是高雄了，来看看你家附近的路，你觉得好不好？这是就提醒我们的县市政府哦，赶快把路给重新做起来哦。好，那么到底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问题呢？是不是市政府应该要来负责呢？结果他说好像没这么简单呢，因为呢高雄市政府的养工处告诉大家，因为这个路段的维护的单位很多，你想要重新铺路的话呢，哦，你要重新知会水公司啦、水利局啦、区公所等等，就是因为这么多的单位。所以现在这条路还烂到现在。灯灯，哎呦，这里怎么有个坑洞？那么有绿议员呢，为了测试路平，学马里奥跳来测试，但是实际上马里奥如果来到凤山的宝南二路，可能会摔死，因为呢可以看到这放眼望去全部都是补丁呢。到底有几个呢？我们随便数一数哦，从后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数不清了。还有我们来到凤山的五甲二路，也有民众抱怨说这里的路不平，到底有多夸张？我们实际骑一圈体验看看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那么实际骑一圈五甲二路，的确发现路面颠簸情况很严重，一直走走走。颠簸啊，很颠簸啊，会不会不舒服？就是不好骑，这段就要为了要换那个水管。哦，所以变成现在暂时没有铺，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没有很好看，就一定不好，一定暂时会有这些的高低不平啦。另外，像凤山西旁的顶庄一街以及凤松路二十巷，也有居民说预告要刨铺，却过了期限都没动作。哦，你阿妈搁在铺铺，搁在凹凹到那边遐，拢骗人的，拢无影无错。啊，你好了，那如果他的长跟宽的电梯数量博大了啦，是博大。今年的预算里面，我们只有办法去做一小部分比较损坏严重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做好了。阳光处说，五甲二路自来水公司是因为正在施工，宝南二路预算关系，今年先刨铺严重破损路段。至于顶庄一街以及凤松路二十巷，都不是阳光处管辖。但看看这坑坑巴巴的路面，不光难看又危险，是否还不紧紧紧吗？记者吴国珍、杜颖杰高雄报道。